来，请各位哈，就是开另外一个，就是一百，哎呀，151这个151，好，范例档哦，下面开头叫151，截取刮胡中字串这个范例题，好，那你打开之后的话，里面的话，第一个特别注意哈，我如果说今天呢，各位可以看到，我把它先放大一下。那首先第一道题哦，各位，请你先把那个什么 B2 哈，一直到 B10 这个范围的里面已经有的这个公式先 delete 掉了，因为上面本来有这个公式的，主要这个公式是先让大家知道说哦，做出来结果类似像这样，那其实应该可以理解了哈，delete 掉。好，delete 掉之后的话哦，当然我们会需要三阶段，第一阶段就是说呢，我要怎么样可以快速的把 A 栏里面只要是有资料，而且哦有资料之外呢，还要有刮胡，刮胡里面的字串哦，帮我把它放在 B 栏。那当然呢，不是叫你土法炼钢哦，OK 哦，不是说叫你点两下，然后把这个复制过来。当然第一个没有了哦，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啊，第五个也第六个也没有，第七个、第八个有没有？然后第九个也没有，第十个有。就是把刮胡里面的文字哦放到 B 栏里面，好，应该怎么做？所以哦这边的话，如果说我们要完成这一件事情，可能要区分一下有刮胡跟没刮胡。如果没有刮胡的话，那就不做；有刮胡的话呢，就把刮胡里面的资料带过来。那第一个当然会有个问题，以前的话呢，我们如果用 meet 函数的话。那告诉他说从哪个字，取几个字，有没有？他就帮我抓了，因为这个用 left 也不行，用 right 也不行，它是 middle，所以中间。那当然你不可能说我今天插了一个函数，我们用那文字类里面的函数嘛，然后我用 mid 的话，那当然不 OK，为什么？mid 你必须要告诉他说，这个字在这里知道，第几个字开始，应该是一二三，第四个字嘛，那取几个字？取五个字。这个是 OK 的，第三阶，可是问题，如果假设你向下填满，你会发现哦，取的字数，因为它不是固定的长度，如果是固定长度、固定位置，OK，没问题。那其实最麻烦的就是哈，它是不确定的位置的不确定长度，那就是最麻烦的。那一般工作里面哦，其实大部分都是这样，都是不固定位置，而且不固定长度，就最麻烦了。那当然不是叫你要用如土法炼钢，当然这个地方因为笔数只有少少的9笔还可以，但问题如果这边有900笔、9000笔，哇，我看你应该不太可能说还用的土法炼钢方式，而且每天都有这么多资料，那你怎么办？所以哦，你第一个前提是你要知道用哪些函数可以办得到，这里的话可能会需要用到的函数哦。第一个啦，当然 mid 是绝，可是 mid 会有个问题，因为我不知道哪个是开始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找什么呢？其实它的位置哦，开头位置其实就是什么前刮胡的位置的下一个，所以我只要找到前刮胡的位置，把它加一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呢，几个字，只要找到后刮胡和前刮胡的位置，一减之后的话。那可能会少减一，因为我减完之后，其实我减应该是减这个前刮胡的下一个字，所以会少减掉一个字，所以最后呢再多减一个字，那应该就是总长度。所以只要有这两个条件出现，那理论上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。那可是问题，我要怎么知道前刮胡到底在第几个字呢？其实哦，接下来你就可以想到一个函数，什么函数？哦，插入函数哦。找嘛，找就是什么？寻找，寻找的话呢，那应该用直觉，应该什么？什么？寻找，find 嘛，对，OK 哈，好，find 函数。其实哦，跟各位讲哦，底下还有一个叫什么？摄取，有没有？摄取不是也是找？两个都找，它有什么差别？跟各位讲完，find 区分大小写，摄取。大小写视为相同，差别在哪？就大小写嘛。不过如果中文的话，或者符号啊，没差别。你用 search 跟 find 都可以的啊。不过这里我们先用 find 好了，因为 find 比较前面，
我们用 find，OK，你当然你可以用改用摄取，其实也没有影响。然后确定之后的话呢，哈，他会问你三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，你要找的文字在哪？find text， 意思说哈，你要找什么样的关键字？关键字啊，我要找前刮胡，所以你就打一个前刮胡。不过特别注意哦，前刮胡它有区分那个什么。 全形跟半形哦，不过目前看起来，不过如果你不知道，这看起来应该是半形的啦。因为全形的话占的那个空间比较大，有没有 ？OK 啊，应该这个应该半形，所以你就直接打半形。OK 啊，如果全形你可能要用中文来打。好，那 with in 的话在哪里？好，所以哦，理论上 test 前后要有双引号，不过它这个蛮贴心的，好像会自动补前后双引号，移开，有没有？前后会自动帮你补双引号。OK 哈，啊，所以不用打没关系。 那 with in 的话，就是去哪个文字里面帮你找哦，去这个里面。我建议练习的时候，你用 B3， 不用 B2， 为什么 B2 里面没有刮胡，你没有刮胡，你练习完全就找不到。OK 哈，所以我建议从 B3 练习。然后，我文字在 A3 里面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底下有一个反应的3，意思就是哦，我帮你找到了，它在第三个字，有没有？ 那寻找 OK， 那最后一个参数是什么 ？Star number， 意思是说你要从哪个字开始？如果你不给它的话，就从第一个字开始。但如果你现在给它了，我说从第四个字开始，你会发现底下就找不到，为什么？因为一二三四，这边后面就没有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哦，这边理论上不要加了，所以只要给上面两个参数就 OK 了。好，按确定。好，第一个问题解决了。那第二个的话呢？ 后刮弧位置，那后刮弧其实哦，如果你可以练习后刮弧，其实就是这个公式复制取消，然后我在旁边这边后刮弧的位置应该是哪一个？就把这个后刮弧有没有把它前刮弧改后刮弧就好了。那应该是第几个字？第九个字，有没有？这第九个字。那9减掉3应该6，6好像要多，因为什么多一个？因为我减的应该是D这个位置，而不是前刮弧位置，可是它。 将来减的是第三，应该是减第减4，9减4才对了。可是因为我们主要还是为了方便起见哦，我们就直接减前面这个前括，所以将来会多一个字怎么办？再减掉就好了。好，接下来怎么做哈？可以让它正确的得到结果。再来的话哦，很简单，我的习惯是把这个公式哈，不包含等号减下来，然后再插入刚刚的那个 MID 函数。 MID，然后文字的话就这个嘛，你要取字，那从哪个字开始啊？从刚刚的那个前刮弧的位置怎么样？第三个字的下一个字加一。那 number choice 是长度呢？要几个字啊？我要从后刮弧，所以一样再贴一次，只是贴完之后，请你把那个前刮弧改后刮弧，后刮弧的位置就9的位置。 减掉前刮弧的位置，再减一。为什么再减一呢？因为我们理论上应该减第四个字，而不是第三个字。OK， 所以要多减一哦。OK， 当然如果无法理解的话，以后你就反正多一个字有没有？这边会显示出来嘛？这多一个后刮弧，你就减掉它，这样就 OK 的。好，这样子的话呢，所以其实主要分2步骤了。第一步骤先。 find 前刮弧的位置，第二步呢，再用 mid 有没有把它贴过来加一，贴过来改成后刮弧，减掉原来的前刮弧，再减一。好了，按确定。好，那理论上这个应该 OK 了。你可以向下填满，向上填满。不过你会发现呢，好像大部分都对了，但是少部分呢？ 哪个地方会出错？可以分析一下，有没有发现？仅 value， 仅 value， 为什么出错呢？因为没有刮弧的地方，它就会出错。那为什么会出错？这个跟各位讲以后你只要看到 Excel 里面只要是仅字号开头的，就表示说是错误讯息。那后面就是告诉你说错在哪里。 所以以后你看到 Excel 里面如果仅开头表示错误，那错误的讯息是，你给我的 value 的资料有错，为什么有错？其实道理很简单啊，主要是说
我们如果用 phi 函数，如果你今天呢，假如用那个 phi 函数呢，有没有？你叫他去找什么？找那个前刮弧，找前刮弧。可是问题，他找不到前刮弧的时候，他就会出错。像这个有找到有没有？啊，你往上拉，他找不到。也就是 phi 函数哦，如果他找不到你给他要找的那个文字的话，他就会给你错误讯息。 但问题来了，你想说老师，那这个有这个错误讯息，怪怪的，其实也不影响了哦。只是说呢，看起来不好看。如果我今天希望把错误讯息变成没有错误讯息的话，那怎么做？其实最后的话会再用一个函数，那个函数就是说，如果有错误讯息，那我就不要显示那个错误讯息，只是要怎么样做啊？这个地方会用到一个 函数叫做 if L，if就是如果L的话就是错误有错误讯息的话，那怎么处置？所以最后哦，请你把向下填满，向上填满之后，然后我们就由它停在 B3，你就把这个公式呢把它剪下来，一样嘛哈，剪下这边哦，不包含等号哈，然后再利用最后一个，所以刚刚有用到先 find 再 mid， 然后最后一个 是用逻辑的哈，所以这边请你找到逻辑，逻辑里面的话有个 if L， 啊，如果发生错误的话，那错误的话你就把刚刚的公式贴在 value， 让它判断一下啊，这里面有没有错误啊？那底下有一个第二个参数什么啊 value if L 啊，如果得到的结果是有错误的话，那我要帮你怎么处理啊？你就帮我把那个错误讯息变成没有讯息，没有的清除。 还记得吧？在 VBA 里面有没有两个双引号就清楚，在这里也是两个双引号。OK， 好，那我就把那个错误讯息删掉哦。OK， 按确定。好，那你把它向下填满。有没有发现，刚刚的错误讯息就不会出现？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很快就可以把什么，把那个刮弧里面的文字分别提取出来，而且没有错误。OK， 所以哦，总共会有三个函数。 一个是 find， 一个是 mid， 一个是 if L，OK， 那当然哦，后面呢，我会希望哦，各位自己再改一下，这个是用函数，第一个是函数，所以其实当然我们这个课程我前面讲过哦，第一个是我希望呢使用函数，那第二个的话，请你把它这个结果把它复制一下，Ctrl 加Ctrl键，按住放开，这个改成巨集。也就是说，请你把有没有上个礼拜做的，在这边再练习一下。这两个按钮，一个叫什么？一个叫怎么讲？一个叫刮弧自创嘛，按下去，然后这个会显示结果。一个是清除，有没有把清除清掉？最后呢，再利用今天讲的，所以再复制一个。 VBA，OK，VBA，OK，好。那 VBA 的话怎么做？ VBA 还记得吧？我们一样可以把这个公式直接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，然后再写一个回圈，让它向下追踪。这样就 OK 了。所以后面的部分哦，请各位自行试试看啊。这个是巨集，上个礼拜的，这个是今天的。主要刚刚讲的。来，画面呢，先在。 还给各位试一下。那如果你对于这个公式假设你一下子没办法记起来，云端白板上面，其实也有，你们可以找一下云端白板里面的，一样是第一个单元151这边就有了。OK， 所以公式了，那刚刚写的公式在这里了，完整公式，试一下。